气登场。都才是在对手的面头上，是你安排的吗？李思源，你这样没带两兄弟的情分，将来你一定会有报应的。只要能让公司过这关，我什么报应也不怕。八哥，给八哥。爸，你也真是的，你的腿不方便，年纪老大不小了，还成什么英雄啊？你嘛是同款啊，比我过命。我不是跟你讲过，讲查某囡仔遇到困难会当闪就要闪。我知啦。妈，你好厉害哦，有两件破衣服你就看得出来我们今天的义举啊。你爸爸的个性改不了，你是女孩子呢。啊，这种事你也可以跟人道道的。妈，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。拜托了，你要想想我在家里我也烦恼呢。人叫一声二夫人就欢喜到这样，怕人不知道你是谁哦。威兰可能是怪外面小生最近欠卡啦，现在大家都那么多好啊。你是好人我就是坏人哦。人说哦，林高林洪高峰，阮姑的高董讲，阮李家的子孙一定要遵守李家的规矩，我绝对袂让唔对的代志再来发生。人讲哦，种着歹田放后冬，娶着歹某，那是规世人呢，爱会晓想，知不？知啦妈，可是以后我想要一起生活的对象，我自己可以挑啊，不需要你操心的。我怎么能不操心啊？你若是会当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做新妇，安尼你的条件佮能力都会加倍，才会当佮迄个尤太后压落去，免得让伊有机会做咱李氏企业的继承人啊。妈，你会不会想太多，扯太远了？我结婚的对象跟李氏企业接班人有什么关系啊？更何况，如果二哥有心又有能力，让他继承李氏企业。也没什么不好啊。你看你啊，讲这什么话啊？你哪这里也无气气啊？遐尼大的家族事业呢，你竟然甘愿你双手捧起给人？我林金强哦，哪会这么歹命？生两个遐尼也无出头的后生，你还是要把我气死？妈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何必为了什么接班人的事情，搞得兄弟就变成仇人了？何必呢？谁跟谁是兄弟啊？我跟你讲哦，只有赶快为我的巴肚生出来，才是你真正的兄弟哦。哎呦，文子啊，文姐，那怎么一大早就见到你们来公司了？真是难得啊。二哥，黄鼠狼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对了，这总裁要你写的报告，不知道你写好了没有？所以总裁叫我过来看看。来指导你啊！哼，一份小小的企划案难得倒我吗？这种事啊，就不用你费心了。哦，既然大哥不需要我的帮忙，那我就直接跟总裁报告了啊！你伤害不了我，我只是把事实陈述给总裁知道而已啊！你，在公司里。
自家人起冲突，让人看笑话。看笑话，弟，我跟你加起来两个人，还不如他这个大笑话。大哥，哼，什么样的女人生出什么样的种？妈妈会哄男人的，做儿子的、也一定会把男人搞得服服帖帖的。这种马屁本事是我跟你学得来的。大哥，不要再说了。既然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出去了。给鬼给拐！大哥，你干嘛这样说二哥？我们自己兄弟，大家一家人嘛。谁跟他一家人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李文乾的兄弟就只有一个，就是你李文志，他不配。小车登场。阿丽娜，今天请阿水啊，要出去约会啊？才不是约会啦，是那个李文志，他邀请我参加李书院寿宴的庆祝会。没问题啊。爸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而且就算你不让我去的话，你也不要那么生气嘛。我没有不高兴啊，我是在烦恼你啊，汉全啊，那种所在啊，大家安尼来来去去，你真有可能会拄着歹人啊。爸，我去的是寿宴呢，又不是轰趴。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啊！你若是拄着歹人，是要安怎啊？只要李世渊在，爸，你可以放心。就因为无疑啊，所以我你就。失踪二十几年，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要找到你，为什么死人才会保守秘密？爸，我在阿里走，对你来讲就斩定了。你知影你相信我，不相信有鬼。阿姆哥，我即马就希望这个世界会当有鬼。阿你我死以后，我就会当定定转来看你，在你身躯边，我会徛在远远的所在，听你咧哭，我咪陪你做伙哭。安尼你就袂寂寞啊！金爸，你答应我，为了囡仔，你一定要坚持落去，你一定要坚强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一定会保护我家己，我一定会保护咱的囡仔。你不要告诉我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能做。你如果真的了解我的话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决定的事情是任何人阻止不了的。我要让李世渊得到他应得的制裁。我要他在我爸的灵前下跪认错。你是来学跆拳道的话，我非常欢迎。但是如果你是来踢馆的话，麻烦你手下脚下都留情。都不是，我是来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对我来说，跆拳道跟感情一样，一旦上场了，我就一定要赢。我是给我自己最后一次机会，来争取我要的爱情。
你错了，跆拳道并不是拿来当做拼个你死我活的武器，感情也是啊。错的是你，赢的人什么都有，输了就一切归零。我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请你离开刘真心。那我宁可把这个机会让给你。陈立哲，我会让你知道这最后一次机会有多重要。你在拍？你要拍我？来，不要！谁叫你刚才拍我那么多张？现在我要把它要回来。还给我，来。看这里啦。拿来，还我。我不要。给我。不要。精彩内容请锁定明晚八点台视百年大戏狮子的女儿。您现在